8000多块钱，三个人分，这个月看能不能干到20000多吧。没钱就没面子，我们玩的就是真实。1000多块钱的男人，休息。扛楼这份工作这么辛苦，为什么他能一天挣1000多块钱？他的皮都脱落了。这个就是波哥。我今天要做1000多块钱的男人，休息。今天这个单子8000多块钱，三个人分，一个人分2000多，不过还是凭实力拿钱的，一共800多件货。要干多久了？干2天，今天三个人把这一堆货干掉，然后明天干后面那一堆。我们玩的就是真实。可能南方的阳光照着北方的风，可能是就可以吃一个中小饭了。7点多钟出发的，8点钟不到就赶到这里了。干了差不多400到500块钱吧。在昨夜梦里，很多人都说我这样天天不停的干，到时候会把钱送给医院，但是我要有钱的话，我还会干这个吗？这个钱真的很不容易啊，差点要了我的小命。还好我是35岁的小伙子，别人工厂里面35岁的小伙子都直接淘汰掉了。才能找你前行，可能西安城墙上有人誓言不分。你为什么这么爽啊？因为我穷的20块钱都掏不出来的时候，你知道那是啥感觉吗？有钱就有面子，没钱就没面子。你要是去吃酒席的话，你都得坐儿童席那一桌。12点了，吃饭了。我早上只吃了一个月饼，所以我们在吃饭这个事情上不能省的。那个10块钱的饭钱必须要花的，不知道在佛山会不会也把我拉黑。反正我们该吃吃，该喝喝。这么点小太阳，你看一下你那存款有多少，你就知道那心凉不凉了。你还怕这点太阳？看别人背得很容易，其实我们干起来的话还是很难的。干多少拿多少，我们是靠实力挣钱，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。干多少啊？干了差不多500-600块钱吧。6楼，这个距离差不多有30多米。你看从这里一眼望过去，是不是将近30米？玩的这就是真实啊！要拼命干，3年挣100万。反正我上了一趟就28块钱，就是那种长板，长的短的都一样。这一趟要28，那还可以啊。还有1个、2个、3个，还有3个房，这3个房3趟背完了，924就到手了。有点烧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别人还问我为什么不休息几天，我也想休息啊，休息了谁给我钱？2块钱一只，一次买了10只。哇，你进货啊？该做保养还是要做保养一下的，身体还是自己的，还是要保养好。干活就是为了想多挣点钱。以前我没钱的时候的话，谁都不待见你的。搞定了吗？这层搞定了，924块钱到手了。现在4点半了。这一层一共是927块钱，干了7个小时吧。6楼已经干完了，再把个3楼干完，就有1300-1400块钱。上个月可能有个30000多一点吧。那你现在总共存款有多少？12万差不多吧。别人都知道这是拿命挣钱。但是你不去挣钱的话，你喝什么吃什么？